来这边，黄宫这边是大庆立春。因为今天是立春，然后我来这里热闹热闹。因为去年有看到很多人来这里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想来这里看看一下气氛，享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气氛。今年是巴老师号召来这边立春开运。这个活动是因为我有接触过包玉凡老师，所以我就知道了，我就跟着他每一年都来。去年的话大概是五六百人，可是今年我看是场面应该是过千，应该有两千人吧，真的是很多人很多人。啊，你好。OK， 来。我们走到这里了，终于走过来，耗时一个小时。所以我们新山的人很幸运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阳光普照，又能够来到苏丹的门口来接气。我们接的是黄气，不一样的。每年你们自己来做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动作来的。OK， 通过这样子，你一直自己去冥想，你是在洗牌，你看洗牌吗？它通过你自己的身体洗这个不好的气场往地上去，好的头上接收，你要自己感受的。如果是一家人，你就握着彼此的手，大家同心协力的那种感觉，就像哎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就握着啊这样子的感觉。所以通过这样子，你就帮助自己的能量开回来，那整年你就会顺顺，尤其是半太岁的。或身体不健康或比较不顺的人啊，你们更加应该这样子做。我第三年了，我来到这里，然后我就感觉到我每一年来到这里之后，我回去真的是对我事业方面、健康方面，然后我的就是我所有的东西都很顺利了。我也是相信说立春之后，然后就是我照着这一个踏青开运之后，对我一整年来讲都很顺利。我们要接天地之气啊，大家一起接气啦。今天的阳光真的是很好，是立春的第一道阳光，我们可以看着天，然后脚踩着地，我们踏踏一下，我们大家一起接气啊，跟旁边的人手握手，我们同心协力嘛，就大家一条心啊。 OK， 来，我们一起看上天空。今年是第一次来，是第一次来，就大家都来了，哇，有点吓到。祝大家在狗年里面发大财，新年快乐，事业顺利。2月4号，我们明年在这边见。那么，现在我要去银行了。我们大家都去银行进钱，启动你的财库。OK， 拜拜。刚才我们已经去皇宫那边启动了天地之气，接了黄气，现在我们就要去启动财库了。